我的学生也是他的学生，他也是我的学生。Hello， 现场的各位嘉宾，午安！欢迎现场所有的亲朋好友来见证属于我们民生家会的幸福仪式哦。今天呢，非常开心看到在这么早的时间里，大家不畏风雨，就是要来献上大家的祝福。我想，此时此刻大家真的应该给予自己一个热情的掌声，好不好？让您的目光移植到会场的后方。紧接着，我们要请大家用最期待的心情，首先来欢迎今天的男女兵相步入会场。现场所有嘉宾，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是今天的男女兵相步入了会场。我们今天男女兵相哦，可以各个是男的帅，女的美，而且特地的盛装打扮，就是要来为民生和家会担任这个神圣的前导工作，并且开启一个通往幸福的大道哦。现场所有嘉宾，我们是不是也给六位男女兵相一个最热情的掌声，献上您的祝福？接下来我们将要欢迎的是今天的最佳男主角，也就是闵生步入会场，掌声加尖叫声好不好？我们欢迎帅气的新南瓜闵生，在大家的簇拥之下的来到了我们仪式的现场。好，相信呢，闵生有了大家这样子的欢呼声，把心中的紧张感都已经消除，对不对？哎，闵生，我可以再多听一小段吗？好，看来紧张还没有完全消除。对，但是没有关系，接下来我们大家都会陪伴着闵生一同来迎接今生美丽的新娘子，所以现在我们大家一同陪伴着闵生，将注意力集中到会场的后方。请大家准备好您最热情的掌声，接下来要一同欢迎由我们女方主婚人翁妈妈一同牵引着新娘佳慧步入会场。掌声欢迎。深深的一鞠躬，感谢妈妈。同样的，要请佳慧给妈妈一个大大的拥抱哦。谢谢妈妈这么多年来的细心呵护以及照顾哦。接下来就是要请妈妈将佳慧的手交到闵生的手中，同时妈妈也献上最诚挚的祝福，期许未来闵生佳慧两人共创美好的婚姻。也要邀请我们汪妈妈先来到我们的观礼席入席，丹律师，接下来也将在大家的见证之下，我们的律师要献上您的祝福，时间交给我们的老板。刚刚那个Leo说我只剩三分钟，我本来想要准备三十分钟的，现在要在最短时间把它浓缩。新郎新娘、双方家长、各位来宾，大家午安。那我是佳慧的老板邓律师，那今天非常开心，非常荣幸有这机会担任他闵生跟佳慧的证婚人。那大家都知道，闵生是台大数学系毕业，政大金融系研究所毕业，非常优秀，算是我的学弟。啊，佳慧从大学毕业之后，在外面工作几年，就来到我事务所。
也服务了好多年，他工作非常认真啊，非常的这个待人和善。那我相信他会用这样的一个态度来面对他的婚姻。那这个月初就我看到一个新闻，是一个诗人余光中，他有讲了一句话，那可以勉励新人。他说家是讲情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那像我刚结婚的时候，我这个律师爱讲话，爱讲道理，所以一直讲道理，所以常常争吵。那所以说，为了达到圆满幸福的这个婚姻的目的，你可以少走一些欲望路。这个我们共勉之，就是家是讲情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而且夫妻相处之道就是妥协。那我有一本书还没有完，写完了。那佳慧有帮我校稿，一本关于婚姻的书，里面提到一个叫婚姻树的故事。那当从今天开始，你们种下这一颗婚姻的种子，希望你们这一颗婚姻的种子会变成阿里山的神木，你们的婚姻会那么的巨大，那么的美满。尤其是今天秋雨湿湿，情意绵绵，你们的婚姻是烂漫的。那风调雨顺，五谷丰收，你们的婚姻会是充实圆满的。那最后，因为三分钟快到了，我拿到这张喜帖的时候，我蛮开心，也蛮觉得蛮有趣的。敏生是来自台中的吴妻，佳慧是来自台北的永和。各位能联想到什么事吗？吴妻永和，你们这对夫妻会永远的和平，白头偕老。所以就让各位跟来宾我们热烈的掌声，给他们最大的祝福，祝福他们吴妻永和，白头偕老。谢谢。谢谢我们的老板，为我们的张佳慧做这么祝福。真的要承接我们老板刚刚所说的，家是讲情的地方，并且要送一句话给我们女生张佳慧，因为两个人的职业关系，其实两个人都是一个非常理性的，因为一个是数学，一个是法律。其实我们在婚前就是这样，我们要理性的选择，但是在婚后呢，我们不需要太多的理性，我们反而需要感性的相伴。所以呢，非常谢谢我们老板呢，给我们新人满满的祝福。当然，在大家的见证之下，其实敏生和佳慧彼此也有一些话想要在此时此刻跟彼此对方来分享。所以我们要请敏生和佳慧，我们转身面对彼此。亲爱的佳慧 baby， 现在是应该称你 baby 老婆的时候喽。首先，我要感谢今天来参加的非常多已经毕业的学生。他们在求学的时期，为了拖延我无聊的数学课，一直苦劝我要积极找女朋友，准备结婚。但是他们都毕业了，我还是单身。没想到，一直到前年，赖上面一个无心巧妙的安排，就这样，我们从认识、聊天到交往，一直到今天，我们一起站在这里接受大家的祝福。这一路我们走了一遍小小的台湾本岛的环岛之旅，在每个县市都留下了我们爱的足迹。这只是一个开端哦，我们还要再玩很多遍，对不对？接着众多亲友和学生们的见证下，我要对你说，佳慧baby老婆，我会一辈子好好的爱护你，守护你。尽管你有时候可能会莫名的发飙，但是那一定是我没有好好的安抚你。放心，嫁给我吧！掌声。虽然我们经过了很多事情，很多谎言，但终究我们也都用爱挺过来了。那谢谢你总是让我，然后包容我的不耐烦，还有你所谓的发飙。那也请你在往后的日子里可以继续咬着牙耐着性子，好好支撑下去哦。我也会支持你，用陪伴让你远离孤单，用倾听为你解除忧愁，陪着你一起笑一起哭。baby， 你曾经对我说，等待至今日就是为了遇见最好的我。我会努力去成为你生命中的最好，也希望我们能一起创造未来所有的最美。谢谢。掌声送给我们恭喜李佳慧，非常感人的真情告白。我相信透过刚刚这样一个真情告白当中，大家都感受到了敏生和佳慧两人那一份感性的时刻。所以接下来我们要邀请敏生，我们先将您面前美丽的新娘子的头纱掀起，好吗？同时间，我们将在大家见证一下
看到敏生和江蕙将要正式的结为夫妻，所以呢，我们要请美丽的伴娘为我们递上两人的结婚信物。信物也先请敏生来为佳慧戴上戒指，这圆圆的戒指就象征着是敏生对于佳慧幸福圆满的承诺。接下来也要请佳慧把敏生戴上这个戒指，也象征着呢，从此以后我们已经把老公的心给套牢住了，未来的婚姻生活当中，敏生的心中就只会有佳慧一人哦。再一次用你的掌声献上你们的祝福，请敏生，您可以亲吻您美丽的新娘子。相信大家都有捕捉到刚刚这样感人的时刻，对吗？这样幸福的时刻，我们真的非常希望跟在场的所有亲朋好友来分享。所以接下来，敏生及佳慧也要将这份幸福给延续下去。我们要邀请到的是，我们现场呢有非常多的亲朋好友要来给新人献上祝福。所以我们先请敏生佳慧面向前方的亲友。好，接下来呢我们要邀请到的亲友是真的非常特别，但是我有问过敏生，他说这是真的本名，是我们的敏生的学生，对不对？叫第五祖寻。祖寻在哪里？我们在这边掌声欢迎祖寻，要代表我们的学生好友们来为我们敏生佳慧献上祝福。好，大家好，我是祖寻。那个，其实看到现场的时候，我们多数学生还是觉得很不可思议，就是我们万年单身的好老师，终于要结婚步入礼堂了。因为大家都知道老师真的单身很久了，所以我们常往年的时候都会在课堂上调侃老师说：“老师，你到底什么时候要结婚？什么时候要交女朋友？”对，因为那时候我就觉得，是我还不懂大人的世界吗？明明老师就是那么好的一个人，可是怎么还会有那么多人在外面说天下的好男人都死光了？我想说，是我老师会隐身，还是大家都看不到？对，就是好险师母眼光独到，把我们这个长相帅气、打扮潮流、有车、有工作，可能还没有吧？对，这么好的一个男生给捡回去了，对，不然我很怕我们明生老师可能要孤独终老。所以最后我们还是可以跟师母保证，我们的敏生老师觉得是有爱心、有耐心，绝对呵护至上。对，这从他是数学老师就可以看得出端倪。因为如果一个好数学老师没有爱心跟耐心的话，他可能随时都想瞎死那些学生吧。对，所以我们保证敏生绝对是100分的好老公，可是我们可能无法提供兑换货的服务啦，因为可能会有卫生方面的问题。好，那我们不免俗的要再次祝福这对新人家哦，永浴爱河。然后至于早生这方面，我们不勉强。对，大家各自有各自的规划。谢谢，谢谢，谢谢我们主持人，我们明天将会介绍我们的新人。那现场我们刚刚法宣有抵达现场吗？有回到现场了吗？对，大家好，我是法宣，然后我是佳慧的高中的同学，所以是闺蜜，然后。不要问我几年，我不会透露年龄的。然后呢，佳慧6年前参加我的婚礼，是我的伴娘。然后我的小朋友4岁了，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然后很祝福他们，恭喜你们！掌声。我除了祝福啊，千言万语去说不尽。对，但是呢，从刚刚的交流当中就可以感受到，真的是闺蜜，对不对？那这边我们要先再次借助大家的掌声哦，先谢谢我们的老板今天担任我们的证婚人。因为感性的时刻已过了，接下来我们就是要非常，应该是说带点开心的感觉，因为我们要将这份喜悦、这份幸福延续给现场的亲朋好友。所以接下来呢，我们的佳慧将要将新娘的捧花送给在场的单身女性好友们，所以现场只要单身的好朋友，可以来到走到中间，好不好？往前往前，好，或者是后方的有单身的，我们敏生老师指定王伟霆，是不是在哪里？还有哪一位？嘉怡在哪里？点名就要赶快到前面来啊！老师点名了。好，我们三位美丽的伴娘，伴娘，我们到前方来。好，太前面了，我们待会再。
要接捧花，对对对。好，还有没点到名，但是你想要接捧花的也可以到前方来哦。佳慧也想要把这个戏准备好哦，要用力的抢哦，要用力的抢哦。好，然后女生抱住老婆。对，好，接下来我请女生帮我倒数，倒数三二一之后，我们佳慧就往后抛，好不好？准备好，三二一，滚蛋！好，滚蛋！好，果然还好，还好，还好，女生有抱住老婆。好，恭喜我们这位捧花得主，我请捧花得主到前方来，好不好？那佳慧，我们面对前方。当然，我只是呢想说，让你代表的现场呢，没有这么幸运，因为我们今天女朋友是最幸运的，是不是代表我们现场所有的亲朋友，给敏生佳慧献上你的祝福，好不好？肯定，真的。是祝你百年好合，然后永浴爱河。啊，老师，祝你赶快早生贵子。佳慧，平常都很严肃啊，那很难得这么轻松的跟你说几句祝福的话。那很开心啊，今天参加你的婚礼。我老婆说你老公脾气非常好，比我还好，所以你会过得很幸福。那祝福的话，刚刚说了很多，不过我还是觉得你老公无期来的，你永和来的，真的是一个缘分，无期永和，真的是永远相白头偕老。那除了在这边继续祝福你们无期永和之外，年底会给你加薪，因为你结婚了。那摄影大哥他很够意思，那特别找我来给你透露了这段，给你最深的祝福，真的祝福你们幸福快乐美满，谢谢。